总会排名第一名。他没想到考得那么好，每天就是早上5点钟就起床，然后晚上11点钟还要我们去叫他，他才会睡觉。当时他就特别努力，我们全家都抱着一起哭，特别的高兴。100年先も愛を誓うよ。君は僕の全てさ。我用情付出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。星从天空划过，和你看到第几次日落，想要拥抱你，想要亲吻你。晚风吹起你并肩的白发，抚平回忆留下的疤，你的眼。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。在学校里最可悲的身份是那种既不是学霸又不完全是学渣的人，他们听不懂课，作业不会做，只好以抄作业为主，不逃课，不捣乱纪律，为考试成绩着急，三分钟热度，又无奈于现状，又恨自己不争气。他们以最普通的身份埋没在人群中，却过着最煎熬的日子。